香港时间五日周二接近深夜时分，Meta 暴灾情，旗下三社交平台 Fb、Threads 大死机，全部自动登出，用户无法使用。测网站当 Detector 数据显示，在五日晚间十一时许，香港、台湾、英国地有超过三十万 Facebook 用户回报，账号突然间全都被强制出，输入密码后仍无法登入。 部分用户的页面显连线阶段已过期，又指用户密码不正确，不准登。至于 Instagram 和 Threads，亦发生同样问题，用户登入时均显示发错误的讯息，叫用户稍后再试。在短短约四十分内，Instagram 有超过四点五万宗回报，YouTube 则一切运作正常。 大批用户拥至其他社交平台如 X 前称 Twitter 和 Telegram 等报平安，互相为 Meta 发言人回复《星岛头条》网查询说：“我们知道人们访问我们的服务平台时遇到困难，我们正在研这个问题。”至六日周三凌晨零时四十分左右，《星岛头条》记者尝试再次登入 Facebook 和 Threads，结果成功登入，一切回复长。 据报，在历时约一点五小时的死机状态期间，共有五十万户受影响。而且，重修后的 Facebook 网速较慢，修改帖文、写搜寻记录等部分功能亦未完全恢复。美国网络全计基础设施安全局一名官员表示，局方未发事件涉及任何具体的恶意网络活动。 至于在这死机灾难中幸免于难的 X，其老板马斯克趁事发酸了 Meta 一番，铁文化了四只企鹅，身上分别写上 Facebook、和 Threads 的鹅，齐齐向身上写上 X 的企鹅敬礼。有报道指，Meta 为了守欧盟新的数码市场法。 在星期四的限期前做了内部调整，例如允许用户将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分开，以免人资讯被合并而用来针对他们投放广告。目前清楚是否与今次服务中断事故有关。星岛申诉推出全新项目“区区有申诉”，并增设“我要赞渠栏，现诚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，共建更有社区。 立即我要赞取星岛头条 App，今已推出最新版，请立即更新，浏览更精彩内容。